我肚子好痛啊！喝点热水吧。整天就是热水热水，要是热水有用的话，我要你干嘛？一点都不知道关心我，臭男人。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。你就不会说带我去医院吗？怎么？没什么大的问题，开个止痛药回去试就好。行，谢谢医生哈、啊。回去记得多喝热水。谢谢医生，还是你关心我。喝点热水吧。一点都不知道关心我。回去记得多喝热水。还是你关心我。夹住路，你小心点，我很怕那个指甲刮到的声音。哦。是吗？你吃吗？啊，不要了，我最近肠胃不是很好。啊，是吗？嗯，闻起来就好香，挺可惜的。喝水吗？好，不用，我现在还有点急，但我吃东西也挺多。尿急呀、老板，寄个快递。我们这儿刚好那个泡沫纸跟包装盒都用完了，要不你自己包一下、或者你明天来也可以。那我回去包一下。没电，反正十楼，走楼梯吧。老板，寄快递。身份证找到就行。呀，我身份证好像没有带。那我先把快递放你那儿，我先回去拿个身份证哈。啊。身份证，老板。快递费10块钱。老板，我好像没带钱。我看你跑得这么累，要不东西我先帮你寄着，明天你再把钱拿过来吧，好吧？谢谢老板。哎，身份证。放心，谢谢你。幸亏今天遇到好心人了。我钥匙呢？我毛在飘了。盖的茉莉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。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，转眼会不见，我要慢慢冒险。放手吧。我不放。放手吧，我们再这样拉扯下去是没有结果的。说什么我也是不会放手的。不就是最后一根薯条吗？不就是最后一根薯条吗？去这样拉拉扯扯拉我2个小时吗？你不放我放好吧。好想吃宵夜啊。那我给你去买吧。我就随口一说，他就真的去买了，对我这么好。那之前对他前女友也是这么好了，那我跟他前女友不就没有区别了？他该不会是已经习惯了这样跟他前任相处的方式了吧？哼，果然他还是忘不了前任。我就知道你忘不了他，去找你前女友去吧。学长啊，你觉得画眼线的男生娘吗？娘。嗯。乖。妹妹，我爱爸爸。孩子，你滚吧。小哥哥，你能帮我查一下腊肉师姐是谁吗？想多了吧你，我得有功夫查才行啊，我今天忙死了。哦，好的。小哥哥，你要的功夫茶。我得有功夫查才行啊，功夫查才行啊。这下你可以帮我查了吧？
我想先声明一下啊，我个人非常讨厌很抠的男生。啊，我明白，所以我给你多劝了一杯水。还有一点我想说一下，就是我非常讨厌 AA 制。明白。服务员，这位小姐她说她要请客。这位小姐她说她要请客。不好意思啊，路上有点堵。没关系。你简历带了吗？现在相亲还带简历啊？不是，那个我做人事的，这个是我职业病。那你先填个表格吧。可是我也没有带笔。不好意思，我职业病犯了。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吧。你跟你前任分手的原因是什么？我还没有谈恋爱，所以没有前任。那不好意思了，你不符合我的要求。What？ 为什么？你没有恋爱经验啊。那我没有谈恋爱，哪来的经验？那你谈恋爱呀。那我来相亲就是为了找人谈恋爱啊。那你的经验呢？那我得先谈恋爱才有经验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谈恋爱呢？学长啊，你觉得画眼线的男生娘吗？娘。妹妹，我爱爸爸。孩子，你滚吧。你听什么呢？周杰伦的歌。我好喜欢他，学长，我也好想听一次周杰伦的演唱会。露露，你放心，总有一天我会带你去一个最好的位置听周杰伦唱歌。露露，你觉得这个位置怎么样？不满意啊？我跟你说，这个摊位我是抢了很久我才站到的，里面的声音我听得一清二楚呢。来，帅哥，如果路过不要错过，买个荧光棒啊，给我们的杰伦迷加油啊！快射荧光棒！快射荧光棒！荧光棒啊！哎呦，我操！笑什么这么开心啊？跟哪个女生聊天啊？没有啊。没有，手机来给我看一下。干嘛？怎么，你不敢给我？手机里有什么秘密是吧？还是说你已经变心了？行，给你看。手机借我一下。怎么？你怀疑我？两个人相处最重要的就是信任，你都开始怀疑我了。不是，我对手机没电，我想借你手机打个电话。这么烂的借口你说给别人听别人信吗？行，我给你一个小时，你好好看清楚里面有什么东西，可以吧？拿呀。你还真敢拿呀。胆儿挺肥呀，你现在还想不想好。哈佛全球销量突破500万，那哈佛500万的挑战赛要如何参与？今天就给大家做个示范。完美。给你。谢谢，不用，我吃过了。以上就是哈佛500万的全部事例。学长，原来你追我的时候你对我特别来电，你看见我你都两眼放光，为什么现在看都不愿意看我了？我这不是节约用电勤俭持家吗？那为什么你在街上看见漂亮小姐姐你就直勾勾盯着他们看啊？你两眼就放光，你懂啥？我这不是在开启警示灯吗？我要告诉他们我名花有主了，圣人勿近，小的不能。昨天是不是背着我带别的女生打王者了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单纯的组队打个游戏啊。单纯？那别的小姐姐还特地发朋友圈感谢你，心
谢小哥哥带我打排位上新哦。如果不是这样子，来你坐下听我。我不行，分手。One, two, three, go. 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昨晚是不是跟别的男生吃鸡了？怎么，吃个鸡你都要管啊？偷偷跟别的男生打游戏，你还嚣张了你啊？分手！我看你是早就想分了吧，分就分啊！